不是盼望我们都气死了，好与你哥哥在这山中逍遥快活。难保不是盼望我们都气死了，好与你哥哥在这山中逍遥快活。虎力惊人啊！若不是心有……前线灭到了，正好正好。 你说出一句，为何这坏了纲常的烂言贱货？才多一口枯枝金，这么多年来还是妖性难医。这棵栗子里的上双亲的天恩呢？如根水一旦落了地，扇子的事我已已决。如何放肆？当时多造的孽缘，已经不被自怜。反倒是你，曾经我助你等西行，到这个时候来，是何缘？今日不放，师姐。 不知你那点小心思，好与你哥哥在这山中逍遥快活。上仙，一起来治疗央求。正好，正好，你说出一句，为何这坏了纲常的烂言贱货？你想骗去八方，做个人情线，这么多年来，还是妖性难医。 这都算你无根水一旦落了地，承蒙母亲不弃，看才得一苟活之机，如何放肆？哥哥待我再好，又怎比得上双亲的天恩呢？曾经我助你等西行，再送一程。反倒是你，挑这个时候来，是何缘由啊？师姐。 这是你的家世，为界外人，很不便之过。但平儿找到我，说天命人已经到了火云山。天命，乖乖听老天命令。气个老不死，名字起得倒怪传神。他的真实来历，你我皆知。届时，你的儿女也好，丈夫也罢，连上这罗刹宝地。
都难逃灰飞烟灭。一颗身不由己的棋子来了又有何惧？不说老娘与孩儿，我那芭蕉扇也不是吃素。他前脚得知身世，天命人后脚就到，两事同时发生，师姐不觉得诡异吗？身世？什么身世？你们在说谁？我听闻剩余几个遗物都已落入天命人之手。事已至此，你还不明白吗？是谁让他回来的？那些东西当真是修炼至宝？只怕我们一个个自作聪明，到头来反倒成了助他还魂的祭品。我不在意别人死活，我从来都只在意你一个人。不如我们两个一起走吧，当年在上面我如何待你，今后也会如何待你。师弟，到了这种时候竟只有你还挂念着我，我一下没了主意。来，坐上来与我细说。母亲，不可信他，这次灭了金像有轻薄之意。阴贼，我是白杀了请你救人，你请趁人之危，你敢？长辈们说话轮不到一个庶女弄舌。我与你母亲相识的时候，生也父子大约还套难保不是盼望我们都气死了，好与你哥哥。正好正好，我何苦找到上天一起来这里央求？坏了纲常的烂淫贱物！已经就是灭畜！我看你只想骗去芭蕉，还侥幸难以。